啊，伊讲叫你炸咧，明仔载好食早餐对啊。嘿，啊你炸好哦。吼、哦，等下若看了有佮意的，再搁颁奖。哈哈哈！袂使啦，迄个为着你为着伊的吼不妥设想，但是伊是为着伊的心情设想，安尼你知无？伊，欸伊无逐个班的哦。我知啊。嘿，伊看到乐乐，啊看到你，我第一摆。第一摆，看到讲吼，伊要甲你颁奖互你，无啊，第二摆啊，我第二摆啊呀，啊你竟然搁甲提示，啊无啊，我就是讲，互老的食早顿，互老的食早顿呀，你甲看这个人偌有爱心的，想讲吼，你趁钱嘛少无简单的，趁钱嘛辛苦啦，辛苦啊，啊那恁家好爷人开钱无算啥哟，啊恁若袂千岁爷，做你甲请出来无紧。你若清水也请坐，我叫甲你接受。伊会笑死，笑死我嘛，唔敢甲。我甲你讲，伊若清水也请坐来嘛，无可能是互你的。对啊，对啊。伊是要互伊心爱坐，咸咸的啦，会甜甜的。来，好啦，大家出门拢交朋友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大家出门吼，会当安尼结缘吼，这拢是拢心灵宝贝啦。是啊，是啊。对，所以讲吼，修心安排即块。友情是咱小茹的心意啦，祝咱会场好朋友会当林孙财孙，六六代孙，人旺财旺，事业愈做愈兴旺，人满财满，家庭幸福永远祝美满哦。你这老公拢当机了，这个当机呀？为什么那当机？啊，今仔日透早就出去走山吼，我就知咧。这个目睭天金吼，我跟你讲，除了赚钱也是赚钱啊。那无，我讲个透早五六点啊吼，即马即两天。这两天天气足好诶，五六点起来无感觉啥。你若像进前寒流来，诶，外口温度从九度、八度，迄透早起来差不多都是七度。嘿，我甲你讲，五六点迄个时阵哦，爬起来，你若讲身体无较勇啊，真正扛袂起。想袂到你这气骨啊是，三餐熬烧水，三比八身体阁真勇勇啊那气气啊咧，哦，拢五六点就起来咧拼啊咧啊。我无想要爬起，无想爬。哎呀，迄天吼，迄天一个甲我问讲奇怪，啊，如那变了散，我讲超工的啦，对无？即摆组起拢爱三比八，讲安尼较水啦，啊，安尼敢有影较水？我问人家看卖啊咧。你感觉三比八敢有较水？水呀！啊，那料啊有肉有肉，安尼敢有古锥？古锥啊！有啦。那安尼要散啊？是要肉？我甲你讲，有散的嘛好，有肉的嘛好，啊，都阴暗反肥厌瘦。问你袂准哦，你的口味算讲哦，算哦，你拢好啦，你的口味算讲较宽广啦。你要讲啥啦？啊啦。问你呀，你要爱瘦的，还是要有肉的？哈？啊！你叫我甲你问，结果你无甲回答，你怎应袂出来？你即摆咧想看要爱瘦的，还是要爱有肉的呀？我伊讲瘦的有瘦的水，有肉有肉的骨髓，对无？所以讲在人喜欢的，今仔日我伊讲伫咧舞台顶吼，上有肉可能甲人换的啊。是啦。啊！若剩的拢三比八。我这完了，我的好处了，对啊，迄个歹人来，我拢徛做头前了，对不？对，我唔按落，拢互骨断倒去啦。啊，你三比八哭来水乌青啦，我家己嘛乌青啊，你家己嘛乌青吼，对啦，所以讲吼，各有各的利弊啦。来，即马继续过来安排好点，关键。啊，你先安排，放袂开。来，放袂开，抒情导演关键，好，小刘再导演秀。
感谢，谢谢。哦，拍波的东西，咱的好朋友好马子呀。